廢話，我哋一日冚包散係用七種唔同嘅毒蟲，再加埋鶴頂紅提煉七七四十九日而成，無色無味，殺人於無影無蹤。哼，我哋含笑半步釘係用蜂蜜、川貝、桔梗加上天山雪蓮配製而成，無需冷藏，亦不含防腐劑，除咗毒性猛烈之外，味道仲好好添。食咗一日冚包散嘅人，一日之内会武功全失，经脉逆流，胡思乱想，以致走火入魔，最后会冚包散晒而死嘅。冇错啦，而食咗含笑半步钉嘅朋友，顾名思义系不能行前半步或者面露笑容，否则亦会全身爆炸而死，实在系居家旅行，杀人灭口，必备良药。